恶，这小子怎么还缠着小雨？小雨，我不是让你早和这群小子分开吗？可是哥哥，我很爱沈天。爱情能当饭吃吗？他一没文凭，二没正经工作，三没房车，他拿什么给你未来？以前我没有那些，但以后只要是小雨想要，我都会满足他。靠什么满足他？他想要别墅，你能满足他？能。先生，这是你为小雨女士购买的别墅。这不可能。你自己看。能买别墅了不起啊，小雨还想买豪车呢，你能满足他吗？哼。沈天先生，这是你给小雨女士订购的限量款跑车。这不可能。哥，你最近是不是没看新闻啊？他凭借着优秀的服务，这么快我刚下班，不但开启了外卖员给顾客好评的时代。求求你给我个好评吧。本人更是凭借送外卖收入过亿，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目标。怎么样，现在我配得上你妹妹了吧？